上期获奖观众是 KD 老粉，每天都会随机抽选微信观众送出5元红包，关注留言转发即可参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D， 绝地求生端游投资系统已经上线很久了，很多小伙伴呢都在私信问我，和平精英会不会上线投资系统呢？虽然手游跟端游不会同步更新，不过一般比较好的内容手游都是会更新的。但是这次不一样了，我们用手机操作呢，毕竟跟电脑不太一样。上线投资系统后会不会比较难操作呢？毕竟投资系统不光光的是投掷平底锅，没子弹了队友可以投掷子弹，没血了还可以给你饮料，给你药包，个人感觉啊还是比较难操作的。不过想必大家能想到的光子肯定也能想到，我们只能期待光子能做好这次优化了。接下来先看一下端游投掷系统的一个宣传片。看完宣传片啊，大家有没有一种很热血沸腾的感觉呢？好了，我们一起期待吧。那么我是 KD， 大家别忘了关注、评论、分享、参与抽奖。